下怎么玩啊？题板上会给出题目，然后呢，你们根据自己能答对或者不能答对的概率来进行选择。答错的话，中间的铁网会向你们方移动，答对向对方移动，直到一队所有人全部落水。啊！王牌冒险岛生活由你定，王牌冒险全民加 buff 的助力排名，目前排名更高的是放逐者队。哦，是我们。所以你们拥有5格的先发优势，也就是40格对30格。啊！一来就，我们才30格吗？对，移动5格，别移反了啊！哇！哦，这样移动。哇！ 第一题我给出一个题目的大概信息，这李成儒老师对小宋的忠告。啥了？这题因为和小宋相关，由你们队来进行压注。好，你们要压多少格？那我们压15分。卖这么多？如果你们非常有自信，直接压30格，把我们全部送走。直接压30格，哥。30分。多少？一把定输赢。一把定输赢也行，我们压30分。30分，压30分。一把吗？30分，我们答错了，我们就全倒了。哇，好自信啊！来，我们看一下这道和小宋相关的题目是什么。听说王牌有一个刚学表演的学生叫宋亚轩，也是我之前录制节目的丁程鑫的队友。栏目组让我给这个宋亚轩提出3个忠告，你们猜一下，我会给宋亚轩提出哪3个忠告呢？这么猜呀？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李成儒老师对小宋说的内容，我上哪知道去？我一不是李成儒老师，二不是小宋。<笑>因为是必答题，为了你们的答案都能够被后台记录下来，有序的来说，你们先答。我先说，多读书，多思考。 多观察，要提升自己。第2点，你们团体人多要多忍耐，互相合作，相得益彰。第3点，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勿忘初心。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肯定没有，好，放逐队。 李老师其实挺尖酸的，<笑>我觉得可以展开说说。从社会上看啊，你已经是个明星了，但在学校里，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主。以学业为主，该谈恋爱就谈吧。啊。 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心生活。对，就如果想做演员的话，要好好的享受生活，体验生活。你年纪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谦虚，要谨慎，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儿。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的忠告。来，我们看一下李成儒老师这道题啊。嗯，我的3个忠告是：1，多读多学，知识积累，学于勤而荒于嬉。哎。 怎么样？多读书有没有？2，认真演戏，有没有？低调做人。哎，我没有。哎，我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哎哎哎，谁也没说到。3，孝敬父母，回报社会，既要卧冰求鲤，更要精忠报国。哎，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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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现代妆容队非常接近的是两个点，对，两个点。放逐队非常接近的一个点。耶！走，拜拜。把刚才那点儿给我推回去，走着，哥几个走着。接下来，铁网向右平移30格。30格啊！30格就到这儿。哎，掉不下去，掉不下去。掉是掉不下去。哇，这里空间太大了。对，一下31厅啊。
妈呀，还要退？害怕了，害怕了。哎呦，差不多，别退了，别退了。来来，咱躺下，都躺下，咱这太大了，哎，都可以劈腿了。哇，太大了，好宽啊！哎呀，哎呀，哎呀，妈呀！你小心一点啊，没事，我掉不下去。哇，你们很舒服啊！等着，看我从那边跑过来多长时间。来来，发令，来 ，Get it, go！ 哇，你慢点跑啊！留给你们现在的空间还有最后的时隔，所以接下来每一题非常关键啊。接下来，宋的因为工作要暂时离开今天的录制了，加油！只能从水里走了。哎哎拜拜拜拜，雅轩走了，我的心也跟着飞走了。我跳吧，我跳吧，来吧，跳吧，你别出来了，别客气，别客气，快。在我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题目啊，接下来现代队选哪个题来答？我觉得选热心观众的，热心一号观众，行。你们押多少个？十个，十个，当然是十个啊！我们也不亏嘛，我们也不亏，就算输了，对，不亏。好狠呐、啊，关晓彤！这道题是来自于热心观众，他是一位大学生。哇！在野外探险，如果遇到了凶猛的野兽，以下行为最能够驱赶野兽的是 ：A. 突然向他奔跑 ；B. 装成他的同类。这都不对。C. 用更高的音量来吼叫。D 装作晕倒 ，D 不行不行，晕倒也不行。这很简单，装成他的同类。怎么装？怎么装？你们现在可以装。你们穿的像是真的？这题我看过。哪个？装成同类。哦，好的，排除装成同类，晕倒，装死。遇到野兽吗？对 ，C 啊 ，C 啊 ，C C C， 奔跑奔跑都绝对不对，向他奔跑吧，展示友好嘛。你是说两情相悦的那种拥抱奔跑吗？对，你多久没有飞奔向一个人了？从来就没有过。有一个视频就是说，有一个外国人他遇到了美洲狮，然后他就是不断的张开手，用比他更大的音量吼叫，那个狮子就不敢攻击他。C C， 确定答案是 C。我说三二一之后，铁栅栏直接开始移动，用这种方式来宣布对错。啊！不用，这么刺激的吗？我害怕。三、二、一，请判定。哇！什么？哦！哇！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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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冰啊！哇！没事没事没事，这没事。我怎么在空中飘起来了呀？啊啊啊！天哪！啊天哪天哪！哎呦啊天哪！我怎么飘起来了？我看你有点飘。就刚才那题啊，除了灰熊，其他动物都更适合用比它大声的吼叫方式把它吓走。所以花花刚才分享那个是对的。门要回到中间，第二轮马上来了。接下来到我们放逐队员开始选题了。好，选谁？选谁的？蔡老师，蔡老师选。我选啊。你们来个虞书欣怎么样吗？可以，虞书欣吧。哇哦。嗯，欣欣出个简单的题。压几格？拉满吧，35。我们就拉满，要干就干票大的。压五格吧，那就。五格，咱保险一点吧。五格。哥，咱们这么大岁数，图的就是个安稳，玩的就是个稳当。对，咱老百姓图的就是一个平平安安。来，我们来看一下虞书欣本轮给你们出的题目啊，请播视频。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子，在《非诚勿扰三》中饰演了一位人工智能机器人。假设我有一位机器人伴侣，我最希望他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为他。
为他直播。那是那个杜华姐，那是。我有那么那个吗？为他挣钱。为他挣钱，我也在想着。为他挣钱太俗气了。为他付出一切。为他搭配衣服。哎，为他穿衣服。为他搭配衣服。对，他爱街拍。对对对。我为他拍照。哎，可以，为他拍照。对对对。哇，这个好耶！为他拍照，是不是虞书欣想要的答案呢？三、二、一，请判定。好厉害，这能答出来，还是我们懂你呀、啊。我的答案是，如果我有一位机器人伴侣的话，我希望他能给我准备今天要穿的衣服，给我拍漂亮的照片，各种角度的。我们每一个都猜对了，猜对了，你们太了解他了。其实虞书欣还蛮好对付的，这么简单，就很简单，就很简单。接下来现代队选好，还有哪个可以选？二和四，二选哪个？二，听唐涛的。二号，热心观众二号题被选中了。热心观众的题会不会好答一点？本题你们打算压上多少个？35，直接这边可以的，对不对？可以的，可以的。36，可以。38，这个网盖下去，盖下去，人摔下去，人再盖上去，对，人到里头之后给扣上。请听题。请问化妆包里的哪个物品可以帮助你生火？ A 口红， B 眼线笔， C 洗手液， D 胭脂，哪个可以帮你生火？这题胭脂吧，胭脂里有镜子，就眼线笔啊，笔磨木头、啊、你觉得它能这样吗？磨木头、啊、能转磨。和眼线笔，它那眼线笔是眼线液笔还是眼线胶笔啊？眼线笔，对，有一次我就看人家化妆一下把眼睛化着了。生火还是能着火，帮助你生火。易燃，什么东西易燃？对，里面含有酒精的。我觉得洗手液里面，对，洗手液是吧？里面有酒精吧，杀菌的。你那个洗手液是免洗手液那种带酒精的吗？洗手液着不了火吧？我觉得是胭脂。胭脂哈，嗯、有胭字吗？口红也容易生火，就是回家了看有一个口红，完了肚子里特生火那种生火吧。选哪个？有酒精的化妆品，要不然就口红，要不然就胭脂。胭脂。胭脂有这个。因为胭脂，我看那个是这个吗？复原胭脂的那种视频的时候会滴一些酒精。口红跟胭脂哪一个有酒精？肯定胭脂吧。酒精是可以生火的。胭脂吧，肯定是。没有酒精。口红要涂在嘴上哎。咱就胭脂。就胭脂吧，反正也。胭脂，对，胭脂，错就错。胭脂更有助于你生火，选的是 D 胭脂，来三。二一，请判定。好冷啊，好冷啊，太狠了姐，你瞎呀，瞎，我下去了，瞎，你小心我把你拽下来，大哥。怎么回事？太滑了。哟，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呦，害人终害己呀、啊！什么、啊、眼线笔吗？不是眼线笔啊，也不是钻木取火，其实就是洗手液。洗手液里有酒精。对呀、啊，我问你是不是免洗手液有没有酒精？对、啊，我这么简单的问题吗？
我们就觉得它太简单太像了这个，所以都能想到钻木取火，用眼线笔钻。再来最后一题啊，范伟老师的题，压上多少格？全部漂亮，提了全部，行，我觉得行，可以，到时候我可以借给你我的绳索了。这到底是干嘛的？沈腾捆脚的。还记得我的分期中单机吗？请参与比拼的两队使用电影《非诚勿扰》中分期中单机，一决包下。分歧终端机啊，什么办法？石头剪刀布、哦、规则是石头剪刀布车轮战，无所谓无所谓，我一个人打穿，就你来吧。来，糖糖你出什么？我出什么？我出石头，我出石头。他出石头，我出啥？没事，你随意出吧。出布啊，当然。我说布是吧？对，当然。我说布，都是君子啊，君子说话算话、啊。都小孩看着呢，别耍赖，都不想跟他猜，烦人。石头剪刀。你是啥？我出石头，这么快就忘了？石头剪刀布，剪刀布。陈哥赢。糖糖不啊，君子说话算话。下一位，车轮战，来下一个，你对他吧，没人想对他。来，拼运气啊！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啊，谢谢。下一个，漂亮！哇，要打穿了，要打穿了，要打穿了！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啊，后出来。石头剪刀布啊！走啊！走啊！哎呀，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这给杨迪气成啥样了？来，静静来，来！好，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走！美了，难过美人关。这边还有两位啊，还有沙哥、蛙哥。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心里啊，就只剩他俩了。玩啊，就剩俩了。放心玩，来吧。我都不看，你们告诉我赢不赢啊？好，石头剪刀布，剪刀布。耶！我来，沙哥。啊！石头剪刀布，剪刀布。沙克，厉害，沙克！加油！哥，去！来，蔡哥哥。现在没谁了，加油，下一个。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剪刀布。蛙哥是这一队的最后一个啊，来，没问题。蔡哥哥必胜，蔡哥哥必胜，加油！来，好来，石头剪刀布，剪刀布。王牌整家，顾家一体化整家，轻松选好家。顾家家居提醒您，稍后更精彩。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真正够香。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合作播出。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真正够香。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蛙哥是这一队的最后一个啊，来，没问题。蔡哥哥必胜，蔡哥哥必胜，加油！来，好来，石头剪刀布，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哇！V胜利。
赢了。你又输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糖子踩楼梯上。我。糖糖过来。谢谢。对。来奥运了，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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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好凉啊！快上来，快上来！好冷，快上来吧，兄弟姐妹们，快上来呀！好开心啊，可以跳舞啊，这里。哎呀，快快点加餐，快点！